Hello， 大家好，今天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计划。其实今天身上是一个母子出游，因为我从来没有跟我妈一起去过旅游。但这一次我觉得母子出游太无聊了，我们换一个名字好不好？名字换咩？什么名字？这个名字就是姐弟出。姐你姐。就是我与母亲有个约会，厉害吗？这个梗。因为传闻儿子是母亲的前世情人，所以今天我就代替爸爸跟他去拍拖一下。因为毕竟你们也很久没拍拖了，是不是？是咩？这么你懂啊？你讲是就是好了，反正就是了。是咩？可以给他讲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所以不是又吵了多。他跟长乐是有像啊，就是浪费电池。主要是帮我妈妈寻找恋爱的感觉啊，毕竟50多岁的安迪啊，应该很久没拍拖的了。我们这次花重本就带他去到台湾拍这个母子约会，也不是母子约会，是母子，好是母女拍母女约会，母女约会。帮我讲 ，Let's go，Let's go， 没有你要讲 ，Let's go，Let's go。台湾的苗栗，我们的约会就要开始了。那其实小弟弟亲子游啊 ，Help 秋萍，我遇到比我还活泼的人了。你们看这里的环境，真的是非常无敌秋的一个酒店。其实跟你们讲啊，这种亲子游还是约会啊，其实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我们住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呢，当然就要挑一些比较好的地方。他这个安迪，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反正他就是手很多啊，跟我很像了。是有水，等一下有蚊子。其实这次约会，不要插我。这次约会呢，我准备了4间酒店啊，因为我们毕竟来这边5天4夜嘛，所以这4间酒店都在苗栗，我觉得算是比较有特色、比较出名的地方。我想我的观众终于懂为什么我会这样吵了，因为我有一个很吵的妈妈。然后今天第一晚我们就住在这个苏维拉庄园，然后这个苏维拉庄园哦，听讲就是苗栗一个高山上的住宿这样子。这个安迪啊，那边拍 IG story 曝光我的 YouTube 影片。现在我们就是要去 check in 我们住的地方。今天的第一家酒店，我们住的是这个民宿景观房，虽然是2楼。安迪，这个酒店美吗？很美。开心吗？开心。跟孩子出来开心吗？他要去那里我都开心。有没有哦？有。开玩笑的，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哇，很秀哎，这个房子，呼吸新鲜空气，哦，很秀嘞。哎，你摆什么 pose？ 稍微大家。我都不敢说。现在我们要去这个苏拉威庄园最厉害的地方，还有属于全台湾最长的滑梯。我们带你找回童年好不好，妈咪？你看他怕狗，被狗咬过。有怕我看。全台湾最大最长的滑梯来了，我们刚好两个人就这样滑下去。应该是我们这辈子见过最长的滑梯。是啊，谁见过 ？PM 常有。啊？什么事情？接不下去。永杰先下去滑了。永杰，抹干净点。我决定了，这条来，永杰已经抹干净了。Are you ready？ 一滑。I'm ready. Let's go. Go. 是不是？这还不会滑下去了？就讲哦，怎么嘞？我觉得永杰还没抹干净，我们叫永杰上来抹干净一点。就不会动了。我们的习惯都滑不下去，原来是我倒计在屁股那边呢。哎呦。是了，一直滑。那我们现在。卡住那边脚伸直并拢抬高，好，这样子啊，我是专业的，他伸手，好啊 ，OK 哈，手背打直，脚合起来，好，保持这个姿势 ，OK。哇哟，好玩了，好玩了，很恐怖吗？我还很久没有这样子。哎呀，骗我的，阿哥！今天我跟我妈第一个约会呢，算是来到一个有花的地方吧。因为讲真的，我妈本身是一个很喜欢花的人，是不是？是我贴心吗？啊，肯定有。喜欢花，又没有送我花、啊。我送你整片花园了，今天看不了嘞，不是送嘞。叫爸爸送你啊，叫我送你哦。跟老公讲，跟他讲句话。不要啦，浪费钱。你再讲，来这样。老公，我想要花，这样子来。刚才我想要花。
我爸爸看到我会讲。这个雅文七里香玫瑰园呢，它是全台最大最多玫瑰种的一个玫瑰园，所以我很期待啦。因为毕竟我没有送过我妈花嘛，我就带她来看一大堆花。原来这边还有做香皂啊、肥皂之类的东西哦。那我去找一个他们的 map， 其实他的 map 哦有蛮多园区可以去的。现在我们人就在他的玫瑰故事馆，就是他室内啊，如果要吹冷气还是做什么 DIY， 买吃的、买香水都在里面这边。它有很多区可以去啊，而且有一区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它是有各国的景点，就这个地方。它的名字叫多肉，它是一个盆栽。等一下，你不要乱乱叫我的观众，那叫什么？这叫多肉吗？等等我，那少肉是什么？不懂哎，讲没讲？多肉，少肉。哎，那个是双峰塔，你们看到吗？双峰塔出现在台湾了。这个画面要搭配一些 slow mo 啊，等一下哈，我们准备 slow mo。哎，这个很勉强哎，太假了。是你假，不是我假嘞。这个台北一零一上面的玫瑰很美，很大颗、哦，可是我们进不去。上面还有自由女神。哎呀，不哎，手力。讲这么多不应该讲的东西，看到玫瑰我就想要唱歌了。玫瑰玫瑰真娇美，是这样唱吗？哎，转过来唱一下，我也唱错嘛。玫瑰不懂啊，真娇美是这首歌是吗？漂亮哦，这个花漂亮哦。我看到这个东西好可爱哦，它就躲在这边，它怎么感觉好像有点斜斜这样的？只要加了这个东西，我觉得很有感觉哦。这是什么桥？玉华青藤桥。错，桥跟青藤桥。还有香蕉桥，香蕉桥。哎，真的哦。香蕉树来了。对。外国人不懂哦。我懂啦。他不懂，看起来就是不懂什么是香蕉树。哇，这边西北多花了，你看粉红色玫瑰，安迪 IG 上线两滴。很多玫瑰。哎，这个小玫瑰嘞，这个新竹花嘞。喂，真的，它好像一束这样子，你们看。是我油脂。哎，安迪。手不要抖，跟你讲啊，嗯，你们看我妈妈一直跟不上我的步伐，我不还要做什么？你们看，手机一直录，然后又不要剪哦，一直给我放完的话，她开心，我录完了，你也看住我，耶、yeah.。还抚慰我。总结呢，约会第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你要知道你的另一半喜欢什么东西，他喜欢发，所以我带他来发了。什么？不喜欢咩？不喜欢要讲喜欢，讲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哎、欸，所以来给你个机会，喜欢吗？喜欢呢。假啊，过分，假到死。现在我们来到苗栗另外一个景点，就是以前我曾经有来过类似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城乡森林，就是这边有很多城啊。虽然讲它叫城乡森林，但是这些都不是城，它是杆，杆跟城是不一样的。开心吗？来带你看杆呢。我很好奇哦，它这个杆怎么长到这样？你看，绿色吗？还没成熟。我很好奇这个杆怎么长到这样？杆不是长来吊住的吗？台湾杆不一样的。苍天的哦，你看。你要问我怎么嘞？怎么嘞？我不懂啊。我们刚好来的季节哦，是还没有收割季节，它好像多一个月就差不多变黄色，再慢慢变橙色，就变成一个杆样子，然后变成你拿，哎老师哦，哎有熟了，哦对对，哎对对，开始熟了这个，手不用多跟你讲了，这季节加杆，哎呀跟你讲，手不要这样多了。每次都偷刚刚我讲，我以前有来过类似的那种有杆啊园子里，可是我觉得这一个比较不一样。我在想，我以前去的那个到底是去什么？因为那个又小，然后又没有这样多杆，这样多层这样子。我敢讲哦，如果这个全部开花了，变成熟，拍照一定很好看，你看好吗 ？Instagram 上线了，他都会讲话了，他拍不落了，厉害的。他看起来很开心啊，我们这个亲子游算成功了，我觉得。哎，要让妈妈开心其实很简单，就是多花时间带他出来。哎呀，真的吗？哎呦，太好了。我开玩笑的，宝宝，开玩笑的，我开玩笑的。那环境其实我觉得都很像那种 campsite， 很舒服啊。Andy 啊，手不要抖啊，跟你讲，不要看到亮亮颜色就拿走啊。手不要抖，跟你讲啊，花一掉我赔不起的、啊，跟你讲啊。阿姨讲这些花好像很假这样，这些花很假。哎哎哎！跟你讲啊，跟你讲啊，手不要抖，眼看手不动，手动屁股动。刚刚我的安迪呢讲错，其实不是十月，它大概十二月就会完全长成橘黄色的这个杆了，所以讲错了，十月是陆陆续续开始。哦，好，你厉害。总之十二月是可以看到很橙色的这个杆在这边，然后他们是一年才有那么一次，所以机会难能可贵啊。今天我跟我妈去一个约会的景点，就来到这边，脚看起来蛮可怕一下的。等一下我们进去就是看那个水漾明湖，其实它以前的名字叫做明德水库啊，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但是它过后会有很多陆陆续续不一样的发展在这个园区，所以它过后就改名叫水漾明湖。
所以我们进入日新岛园区，我们就在一号吊桥，我们就会里面经过很多地方，这个地方可以跟那个很多动物互动，草原的话可以野餐那些，然后其实这整个水的地方呢，都是我们刚才讲的水漾明湖啦，所以里面有各种景点可以飞可以去。现在我们就走这个一号吊桥去这个日新岛园区啦，因为里面其实是一个小岛，这样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个桥哦，它是一击会摇的哦，有一点可怕，因为下面就是感觉一沉就沉到底了。日新岛我来也，一进来这个日新岛的园区，我觉得它整个是一个很秋的地方，就是很多地方可以坐住啊，然后很多书，很多休息的地方。然后其实它在过后哦。阿姨看起来很累啊。没有啦，怎么这样累？50多斤了哦。我一进来这边就很舒服，舒服就想到什么？舒服的森林，舒服的森林，对。想到谁？狮子。你刚讲什么？你刚讲什么？我妈刚讲有羊，然后她都不敢讲错话，羊肉来，羊扒。哎，他们不怕人，这些鹿是不怕人的，很厉害呢。他们比我在日本看到乖很多，日本人很恐怖哦。哟哟，你有多三个孩子啊？三只小鹿，我说这三餐你很多餐呢、哦。我佛慈悲，请观世音菩萨原谅我妈妈。哎，叫你们羊主吗？那边羊排。对不起你们，吃饱一点。那其实这个园区呢，它在未来很快就会发展成为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它这边会有缆车，会有一些自行的车道，然后听讲这边还有会有水上活动，所以过应该会更好玩。你们看这边有很大只的野生孔雀，然后这边笼子里面有鸟啦。哎，孔雀这边呢？哪里？这样大只没看到？耶，这边孔雀。你找它呀，找孔雀呀。路上还有松鼠哎，那松鸟，哎那朋友，朋友。Hello， 我好想哦。你好，你好，这个鹦鹉其实蛮漂亮的。你好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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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们不要吵，你们不要吵，我看孔雀，孔雀开屏。对，你们不要吵嘞，不要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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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子这个酒店刚刚经过的时候，我就觉得非常高级。刚刚就看到游泳池是无边际，然后还有个健身房，然后它也有温泉，是否户外裸汤的。当然，我们这间房间非常特别，因为它里面就有温泉了。然后我妈呢，听到这个睡房睡得很舒服。因为这个整个底帐我觉得是偏日式，就是偏木啊跟黑色这样搭配。木很香哎，那椅子有味道吗？有味道，爽吗？爽，开心吗？那个把来的，哎耶！有啦，跟常小刀也是很开心啦。就这样啦。这个房间最特别的地方，其实就是它的厕所，因为它的温泉呢，这一间呢是比较厉害的，有两个。而且这个温泉呢，其实已经有很多年历史啊。然后就是等一下是我一个，我妈一个，它就是一个。室内温泉，我妈进来看这个东西，然后它是有牙刷什么什么的瓦斯，但是它是拼图哎，很特别哦，很用心哦，用心。然后大家可能看到这么多模型，没有错，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小心在那个全家看到这个一番赏，我们就不小心包完了，我们总共抽了啊，大概17抽我记得。谢谢我的金主，请问我需要还你钱吗？喜欢啊，你刚才讲不用用哦，我需要证据，我需要证据，我需要还你钱吗？不用啦，送你啦。哎呀，等一下你又要给赚到一些模型。还不能表示，还不能表示。表示表示，敬你敬你。嗯，哇，这个吻很值得。哈哈哈！各位，刚刚我妈一个人看完，当然不止不能请泡嘛，毕竟我都是要有老婆的人了。然后你们想看看东西啊？嘿，这个马赛克啦，因为这边是肿起来的，不是看可能看不到一个马赛克。所以在弄完之前，我们就要把这边洗干净，然后现在走光了，但我不走光，我就走光路。反正有两个温泉，一个是冷的，一个是热的。然后我就先泡热的，再泡冷的。哦，哎，其实温度刚刚好，对，不用太高，低一点。OK。啊，很舒服哎。最爽的是哦，因为它是开温的，所以。对。哎呀，前来。我顶住了，顶住了。哇，这个画面很像在我手机看过的东西。哎，啊，好熟悉哦。那熟悉的画面来了，已经蛮舒服的。OK。喂，太太玩上起来了，各位，这太舒服了，一人一个，而且超级爽，没人管，马赛克，而且你给不要走吗？真的蛮舒服啊，尤其是我第一次体验那种温泉哦，是那种私人的，我来跟咖啡不一样，因为咖啡毕竟都是跟男生一起嘛，所以也没什么好私人分享，但是
好恐怖喂、啊！好恐怖！这个影片不会给小慧剪了。我觉得是个很棒的体验的，好山好水好温泉。耶、yeah, ！现在我们来吃午餐。那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苗栗的巧克力银庄。其实讲真的啦，本来这一趴我不要拍的，我很认真的，因为我觉得旅行很多时候去巧克力那种工厂啊，你会觉得像巧克力咯，买巧克力咯，对哦。但是因为这边太特别了，我第一次看到食物啊有巧克力酱在里面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是蛮特别，一定要记录下来。听讲他们最出名是这个德国猪脚，还有这两个菜哦，就是很特别，因为这个 sauce 是巧克力酱哎，这个也是很特别，它叫巧克力牛奶牛腩牛腩。我们先。是这个应该是鱼啦，但我觉得巧克力酱应该不只是巧克力吧，很像豆豉哦，黑黑的。它其实蛮像那种甘香啊，甘香。豆豉很 low 啊，豆豉啊，甘香。哎不，好像也是有点 low 哦，甘香。甘香也是。真的，你们看那个 sauce 很像黑椒酱，巧克力味很浓，巧克力味很重，我闻到甜的味道。我也是闻到甜的味道。哇，那个咸甜的冲击有点大，又咸又甜，这很特别啊！巧克力酱有甜甜，然后又有咸咸，有点说不出口感的脆脆，可能吃大口一点会有感觉，对，大口一点。很特别啊，巧克力酱，你讲它只是甜而已，又不是哦，它又好像真的可以配饭吃哦。这巧克力酱，我们现在 try 这个，听讲是现熬的、现杀的猪，这个我们就吃看它的原汁原味了，我们就不要沾巧克力酱，它肉红红的。是真的很嫩哦，贵州猪耍味是不是？这个没有猪味，而且它肉很嫩啊。它讲讲那个肉会很明显就不一样啊，那感觉我讲不出啊。哇，是德国猪脚啊，德国猪脚不一样。哇，各位，我们自己出来的巧克力要记做酒，我们有这个草莓啤酒跟这个巧克力啤酒，对，很特别，我觉得。等下我尝一尝，给你们 feedback 啊。哎，我这也是草莓，先看草莓。喂，我对啤酒还好了，我都觉得这个好喝。哎，这个草莓味很超级好喝。坦白讲，我没有什么到巧克力的味道哎。怎么可能？哎呀，比较薄了。哎，不跟你讲，我是有其他哎 ，sorry， 外国加啤酒味。OK， 我觉得草莓味是应该你会比较喜欢，是不是？草莓味有点点酸，而且不像啤酒，不像啤酒嘞。我妈妈的嘴巴是有问题，是不是？没有哎，有巧克力味啊，它就是一。动到你之后那一刹那是有个巧克力味，哇，这个买起来如果有卖就好。现在带我妈来买巧克力，因为约会其实在买巧克力给女生啊，哎不，这个是女儿的，不是女生。她买给女朋友，哎，她买给她未婚妻啊，然后我买给我的老公。这边卖180巧克力耶，宿舍应该很喜欢，买这边去给她。这边的这个巧克力厂，我觉得大家如果来苗栗真的蛮值得来的，因为跟我以往去真的有很大不一样。我真的原本想放弃排这个东西，但是很特别，值得来。我们又再次来了看花，开心吗？开心，很美耶。这个花应该是前所未有看过最多花的地方。各位，我管不了我妈妈了，你们看，还是拍拍拍。她看到鹿婆花就已经没有办法控制自己了啊。现在我们要参观她的兰花馆。其实我这一生哦，很少去看花了，因为花其实不是在我清单里会看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老人家应该喜欢的，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哇哇哇哇哇哇！我有来错地方吗？我妈妈要哭啊哭啊！你要哭你要哭你要哭，越哭就不。不值得了。你们看它的池塘，然后整个 design 真的很不一样。你看这个安迪几开心哦！我觉得它最美的地方这一块，虽然讲是它把那花自己照亮一点，就是我觉得很有设计感，真的很适合打卡。它这一块就是比较偏那种旧式 design 感觉。哎呀，我们两个母子约会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拍一些那种狗血的画面的。等我们再来准备一下。我刚刚以为那个已经很厉害了，没有想到来户外这边，这边真的是太多种类的花，而且五颜六色。可惜现在不是他们绣球花季节啊，不然其实会更加无敌多花种。Instagram 又上线了，你看，哇，这个花香味真的是要有这样多花才有聚集那个花香味，而且有各种不一样的花。果然带我妈来这种清洗就最适合她的。妈咪，前面有很厉害的东西，我该看哪一轮？超厉害！我觉得我们好像来到 Wonderland 那感觉。你们看它整个大户外。恐怖，恐怖，超美！你看，哎呦，好像每一个 step 都有惊喜。你这样高脚拍下应该是很壮观的、啊。哇，美丽吗 ？YouTuber 开心吗？开心吗？就是你开不开心？不是我开不开心。你开心吗？我陪你来。你开心我就开心哦。真的吗？够假吗我？这个应该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多花的一次。你们看这些花，虽然现在不是他们的最棒的季节，可是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因为他们最棒的季节好像是有绣球花的时候，应该是三四月、啊。走过这边都有很多那种花香的感觉，整个人就很清爽。哟，这样走
西北爽哦。你们看我妈妈又在前面排 vlog 了，几开心啊，一个人排。哇，你们看他们带狗啊，几可爱哦。这边真的是一个很 chill 的地方。哇，50多岁的公主来了，后面的 building 很美嘞，屋顶上都种满花，不错不错，我们该在后面拍了很多不错的照片。照片好看吗？好看，肯定好看。照片好看是你好看。也要地方好看。犹豫啊，这照片好看。也要地方好看。对，真的很漂亮这边。现在我们来我们第三间酒店，然后其实我就想这间给我们买，因为其实我们有别的酒店可以选，因为这一间哦，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我们就住这一间花花酒店。哇，这是全部都是真的。它这个酒店的特点就是哦，它房间里面会放很多真花在这边。它这边就是一个小客厅，然后我们的睡房就在这个一个木上面，然后它的厕所其实蛮厉害的，它的厕所呢离不开我们一个 bathtub jacuzzi。又给泡澡了，哇，大便的冲浪地方蛮大，其实它整间都很大，我觉得。耶，今天我们就来到这个苗栗的卓野小屋，因为今天算是做一个 DIY 的东西，叫什么蓝染，其实我也不懂什么东西，反正就是蓝色的蓝，染布的染，蓝染布粉，我还要讲什么奇怪的东西出来，是染布，把布染上颜色就叫染布，染染。我没有想到他会接下去。我们要去的就这个蓝染工坊，其实这边有很多东西可以做了。你给我选很简单，我要选最贵的，1200块台币那个 T 恤。其实我觉得这个休闲帽也不错了，做这个喽。蓝染开始。来了，我们这次苗栗的第四家饭店就是我们舅家，那这一家比较偏是台日式的一个温泉酒店。我自己本身是有吓到啊，因为这房间很大，它是四个人，而且是那种榻榻米的感觉。最重要什么你知道吗？去看它这个 view， 它这个 view 真的蛮漂亮的，一早起床就可以看到有这个稻田的感觉。哇，你们看。一望无际，臭臭的。他的床完全就是跟日本人一样，这种榻榻米的床。下去吧。哎，走光哦。看到你了。然后他的厕所呢，其实最厉害是什么？因为他是温泉酒店，所以当然他这个温泉。有请他的温泉。我觉得跟上一家的温泉饭店不一样，因为这个哈，总共可以坐超过4个人以上。啊，今天我就坐这边了。哎，可以坐4个人的，你看很舒服。而且这个感觉很不一样，等一下泡澡带你们看一下。我们该做都做了，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比较不一样啊。其实我本身没有做过，我们就是来到这个飞鸟牧场哦，还有这个动物的生态区，我们今天要体验如何亲手挤牛奶。有挤过牛奶吗？我只喂过人奶，没挤过�牛奶，第一次。喂人奶喂了4次。我们讲借好吓到一下，我没想到牛奶跟人奶会突然跳出来的。都是一样的，都是 provide 的，提供的。这你应该习惯了啦。我习惯喂，没有习惯挤。我习惯还不习惯挤。还习惯，现在比较不一样，以前是他，现在另外一个。等一下，我们要去红色屋这边挤奶，然后这边真的很像外国，很像那种瑞士啊！你们看多漂亮！现在我们要去挤牛奶喽！哎呦呦呦呦呦！哇，这边好像有什么好料，这样多人这边的。喂，这边很多羊嘞，8倍多羊，你看他们很乖嘞。这边的羊都不怕人了，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每次去动物园啊，那些羊看你就跑掉了。哦，原来这边有一系列的活动，今天就是我们要去挤牛奶，我最擅长的啦。没有想到挤个牛奶这么多人挤，看到吗？这个就是要挤的地方。哎呦，哎呦，哎呦，比这个奶很多嘞。哎，可以直接喝的吗？不行，要杀菌。各位，我没有知识，给这个奶要杀菌的，杀菌才对。感觉它的奶那么东西啊，这奶是热的。没错，那就是热血动物哎。
你们扣了 POP。哦。哇，这个奶，我没骗你，看那个奶。它看起来很舒服，挤了跟喝有什么不一样？哇，你是专业的喂！不是真的有感觉的，你看它奶，看，哎呦，哎呦，吐在地上了喂！哎，我妈妈果然专业挤奶的，我第一次挤奶，哎，奶又走上去了，它慢慢吸啊，哎，这个比较好挤，常用挤这个真的，哎，真的，哎呦呦，就过这个这样多了，哇，好伟大，这个妈，伟大的牛，好像怎样挤都有它奶，你看，你看它奶，你在动啊。我妈真的去到每个地方都要消费，果然我都知道我钱讲不见掉了。耶，我们这个苗栗的亲子之旅约会终于结束了。那这边真的非常感谢我们的苗栗文管局提供这样子安排这样的行程给我们，就让我们体验到其实苗栗哦有这样多漂亮的饭店可以体验。你有爽到吗？有开心到。应该讲我妈讲的话，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棒的酒店。对，很舒服。最重要是跟儿子一起。好啦，这里有几个孩子？几个孩子也是不重要。重要，也是重要，也是重要，但是大儿子更重要。就爸妈，喂，这个怎么了？你们打到我们了。现在我就问妈咪，这个亲子之旅跟母亲的约会，十分给多少分？十分。哦，这样没有静默空间了，以后大家来台湾，以后还是有机会了。大家业配干爹们记得找我们两个拍摄。哇，我妈就敲业配了喂。耶，拜拜。做的要看怎么样做，去常有的 YouTube 影片看。我妈可以开 YouTube 频道。